Hello， 欢迎翻到嚟我嘅 channel。上集介绍咗平价嘅铁板烧同埋米芝莲嘅一星烧料店，呢一集继续带大家喺大阪觅食。酒店附近大阪梅田嘅 Herbert Plaza 有唔少餐厅，地下铁嘅四桥线西梅田站，或者 JR 东西线北新地站，徒步五分钟，或者系 JR 嘅大阪站徒步八分钟就到啦。日式、西式咖啡店都有。今次我哋去嘅系神户牛专门店 Sukiyaki Shabu Shabu 神户牛石田。除了神户牛，都有相对较平价的黑毛和牛选择，可以揀寿喜烧或者是散散锅。今次我们叫了两位的神户牛特选寿喜烧套餐，每位12000 yen， 大概是700元港纸，大概就140g 肉。前菜首先有茄子和秋葵，跟着前菜拼盘就有鸡肉、茶碗蒸、豆腐同埋生嘅黄牛寿司。而12000 yen 同埋10000 yen 嘅套餐分别就系冇前菜拼盘同埋天妇罗啦。侍应会帮忙用牛脂开锅，然之后就将神户牛落锅，再倒入酱油啦。坦白讲，肉质就唔算话特别好，但系餐厅嘅环境确实系唔错。呢、这个价钱食到神户牛都算唔错。喺德川幕府嘅时期，日本人一般系唔食牛肉嘅，除咗生病进补或者系有特别庆祝嘅日子，先至会食寿喜烧。而当时寿喜烧嘅食材就系鸡肉，所以又叫做鸡素烧。在明治维新之后，日本人就开始逐渐接受牛肉了，而牛肉就进而演变成为寿喜烧的主要食材。神户牛的官方名叫做神户肉，而神户肉是已经成为了食用肉，并且品质通过严格关卡给予的封号，并不是牛本身的名称。日本是没有叫做神户牛品种的牛，要被叫做神户肉，只有是在兵库县出生和长大的纯种品种大马牛，再经过神户肉流通推进协议会鉴定，得到了协议会锁定的严格标准，才可以被认证为叫做神户肉，印上谷之印，并且发行神户之肉证给证明。侍应帮手烹调每人一片肉之后，就会加入蔬菜篮的食材了，包括了冬菇、大葱、豆腐、蒟蒻丝、洋葱、碗菇和日本大白菜。最后主食还可以选乌冬或者白饭，或者是山药泥白饭。最后甜品就是雪糕，还有热绿茶去结束这一餐的晚餐。第二间介绍的就是咖啡店 Post Cafe 了，十分之适合打卡和放空。咖啡店位于福岛， JR 大阪环状线福岛站徒步五分钟就会到了。早上9点至到11点半就有早餐套餐，650-900 yen，有面包、西多、沙律等等选择，还包一杯滴漏式咖啡或者美式咖啡，或者是汽水或者是柠檬汽水，加150 yen 还可以换成 latte。 Post Cafe 最出名的就是法式多士了，除了原味和咸的焦糖香蕉口味，还有期间限定的口味。而当时的期间限定口味就是培茶黄粉麻薯口味了。咖啡店还有贩卖和 Kinto 联成的保温壶、自家品牌的咖啡包和咖啡豆，超级推荐 Kinto 的保温壶， Loft 和 Tokyo Hands 等地方都有卖。它的保温壶比很多牌子的保温壶更加保温。
我叫的法式多士早餐，除了半塊法式多士，还有沙律，真是非常之丰富。而加一杯拉提都是900加 150N。天气好的话，还可以坐在外面晒下太阳。最后一间介绍的就是米芝莲一星的 Liaison， 可以在官网预约，都是位于福岛区。主厨1988年在大阪出生，远赴法国的香蕉地区钻研法国菜。主厨并且形容他的创作为过去美好时光的法国菜。午餐 8800N， 而晚餐就是 13200N， 另加 10% 的服务费。配酒就另加 8800N， 短的配酒就是另加 5500N 了。点了配酒的套餐，先来一杯香槟。第一道菜放在蛋形状器皿的就是薯仔酱、螃蟹和砖，一种藻类的植物。之后就是烤沙甸鱼配洋葱冰淇淋。第二杯的配酒就是捷克的红酒。第三道菜是龙虾鸡尾酒沙律，龙虾超级新鲜啊！配面包的牛肉就有原味、绿茶和柠檬口味。第四道菜就是炸小香鱼配百香果酱，一小杯的就是青瓜冻汤。第三杯酒就是法国的普伊芙美的白酒，之后就是法国的红酒。第五道菜就是主厨的拿手菜，炒鹅肝和海鳗。第六道菜就是清蒸方头鱼熟配牛油和橄榄酱番茄清汤。之后就是圣罗曼白酒、富纳的红酒。第七道菜就是烤小牛肉配羊肚菌蘑菇酱。之后就可以选咖啡或茶，茶都有不少选择，咖啡就没有低咖啡因的选择了。最后有三道甜品，第一道就是草莓冻甜米奶汤，之后就是红烧芒果配雪巴和椰奶，最后就是亚马逊可可的焦糖布丁了。去旅行的时候对食有要求，洗手用品我都会带自己一直习惯用的，最近试用了日本品牌 Olola 的洗发乳和护发素，它是 Made in Japan， 不含防腐剂、无植和不含硫酸盐。品牌 Olola 的故事更加十分感人，创办人的妻子生前的愿望是看到极光，病逝之后创办人就将品牌的名字更改至极光以纪念妻子了。在日本有个传说，只要见到极光就可以幸福一世了。2021年 Olola 更加进军香港。今次试用的摩洛哥坚果油滋润洗发乳成分包括摩洛哥坚果油。摩洛哥坚果油的成分和头发里面的脂肪酸成分相近，而且分子细小，在头发上面相当好吸收。以前用过摩洛哥坚果油作为发尾油，有不错的修复效果，但是价钱都不算便宜。而家洗发乳包含咗呢个成分，可以节省时间，亦都可以作多重嘅保护。唔中意用护发素嘅人都可以能够修护头发。洗发乳嘅其他成分仲包括咗澳洲嘅坚果油、胶原蛋白同埋维生素 A、C、E， 去促进头发嘅强度。而修护丝滑护发素成分就包括橄榄油，去刺激头发生长，帮助受损发质恢复良好嘅状态。还有水解小麦蛋白，可以滋润发心，保护磨鳞片。
生了小朋友之后，时间非常之宝贵，没时间去到 salon 度焗油。这个护发素真的帮到我每日去修护受损的秀发。官网现在还有圣诞限时优惠，还有免运费添，我会将链接放在 description box。这条片就去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 like、subscribe、comment 和 share 给身边的朋友，还有追踪我的 Instagram。我们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